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待会要来教各位一个吉他的一个手指的运动。那在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先来讲解一下我们吉他的手指的代号。我们的手指代号 T 一二三四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在讲义上有详细的，有详细的解释。那我们呢，要来再来讲的就是我们的六条弦。好，我们由粗到细为六五四三二一，最粗的是第六弦，最细的为第一弦。好，那我们的大拇指负责六五四这三条弦。好，那我们的食指负责第三弦，中指负责第二弦，无名指负责第一弦。好，那我们左手呢也是一样，一只手指头负责一格。好，那像我这样子，一二三四。好，那我们在按的时候呢，请注意，就是我们的手不要整个虎口握，整个贴紧在上面，要不然你的手指的移动就会很不顺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的贴在上面，那我们手指要稍微立起来。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的手就像我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按第一格的时候，一，好，按好，大拇指拨，好，再来中指二，三，四。那在按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我们的手前面的手指头要前面要压着，而不是放开来，而不是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把我们的手前面弹完要压着。那我们呢，在弹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弹快，而是要把它一个一个音确定扎实稳稳的弹好，再到好，然后呢，再接下来的下一弦一二三四一二。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，好，回来，四三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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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好，那。就像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就像刚刚这样子做。好，那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按的时候，要确实的压紧，不要发出这种，对，不要有这种滋滋的声音，那没有压紧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我们在压的时候，尽可能的靠近琴眼的地方，而不是琴，不是这个铁条的上方，而是它前面一点点的地方，尽量把它给压紧。对，压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在按的时候呢，就像这样子，对，把每一个音做好，做扎实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如果说你们现在手上有吉他的话，请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做练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老师示范一次，那请同学试着跟着做。好，好，OK，好了，预备，三，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。二三四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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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三，好，回来，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四三二一，四三二。三二一四三二一，好。如果说你能够把这样子的练习做好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试着慢慢的把速度加快。好，就像这样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像这样子去做练习，好，那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。那请同学不要因为做一次两次而觉得不顺就不练了。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。我们一次一次，一次不好，我们做10次，10次做不好，做100次，慢慢的去把它做好。我相信各位同学一定可以做好。对，那这个练习呢，可以帮助同学在未来在弹音阶、弹奏和弦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指头如何协调会更好。那我们的手指独立性也可以。也会比较好，对。那我们在按和弦的时候，也比较不会手会那么的痛。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就是后面这一段，那我们就是带着同学去多做几次练习。那我练习的时候，就是会像，我待会会示范。我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就是怎么练。好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同学呢，待会吉他也可以拿起来，我跟着我一起做，好，做到我停为止。那如果说觉得，好像还练不够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快转到前面去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预备，一。再一次，如果练习还不熟的同学呢？请尽可能的想办法跟上我的速度，对，跟着我的节奏，对，一次一次的去把它弹好，再一次。以上呢就是我们示范爬格子，那就到这边。那如果说你们这个部分能够做好的话，那恭喜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未来还会再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课程的介绍。对，那为了同学呢，可能在社团课可能听不清楚，那或者说可能刚好没有来上课，那没有关系。那这个影片呢，请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利用。好，那希望同学可以练习得很愉快。好，谢谢。